来，成为。来，你试一下，来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。还有苍蝇呢，这是。哎呀呀！哇，握不动啊，感觉。前面。哇，哎呀，不错，表情很美，差个钱呀，哎，能转圈吗？再使点劲儿，你要离地近点儿。方向应该是挺难的。哟，哦，可以，哦，哎呦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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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发现没有，他这个动作也挺美，但他没有那种古韵的感觉，现代版就他长得太洋气了一点。怎么样，感受怎么样？就是刚开始会有一点恐惧感，尤其往后仰的时候，但是适应了我觉得就还好。因为上之前他跟我说，其实第一就是体重嘛，你达标的话，第二呢就是你自己不要害怕，其实你随意做动作是没有事情的，所以我就尽情的在尝试。嗯，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老不倒翁，都中，来群姐你要扔一下丝巾啊，记得我跟你说，群姐感受一下，要这样，你一边摇一边说，炊饼卖炊饼，薯条卖薯条啦，薯条卖薯条啊，卖薯条嘞，脆生生的，又香又脆又健康，脆生生，脆生生嘞，大薯条。哇，我觉得群姐胆子大，就往后仰的厉害。哇塞，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，哇，还转圈绕，哇塞，哎，有花样有花样，卖给我，可以，想吃薯条的观众可以鼓掌了。救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群姐群姐直接把那扔出去，我们要催生手把它扔出去，群姐放飞自我了，好了，他可以下来了，卖光了已经啊，下班了下班了，群姐什么感觉呀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，还是会有一点，就是有一点担心，尤其是后仰的时候。但真正你转开了，你尝试过之后，就会觉得那种自由的感觉，就让你觉得就是无所畏惧，什么都不在乎，就非常自由。你想到哪儿就要上天了的感觉。对。成为呢？成为呢？我的感受也是啊，就是很飘逸啊，然后可以挺洒脱的，当你玩开了以后还是挺有感觉的，就是我太瘦了，所以不会摇到那么大的幅度。对，这还要有一点体重才能到你想到的那个方向，而且就是它真的很安全，你就随便倒，只要你能倒。刚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些细节啊，就陈薇和李群在体验的时候，这个不倒翁小姐姐一直在帮他，对，他在帮他递东西啊，帮他做安护措施，他就从上面下来之后，瞬间从一个大家瞩目的人，他马上能变换成一个工作人员服务者的角色，这是很难能可贵的。因为像现在在年轻人都崇尚出名要趁早啊，这个要有明星的派头的这种价值观之下，其实他现在其实也挺火了，但是他随时把自己放在一个工作人员。
将美好。好，谢谢。好。